医生啊，我很想知道一下新冠病毒到底有多少种症状。新冠病毒有14种症状。哇，这么多啊。对，没错。哪14种？第一个是发烧，第二个是干咳，有些时候可能会有点乏力，可能会咳痰，可能会有点气短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肌肉痛、关节痛、咽喉痛或者头痛，有些人可能会感觉 有点寒颤，可能会有点恶心或者呕吐，可能会有点鼻塞的症状，会有点腹泻，可能会咳血，最后是结膜充血。哇，14种这么多。对，14种症状。那我请教你，你可以不可以一口气把这14种症状讲出来？这个我做不到，你做得到吗？我当然做得到了，我是混什么饭吃的啊？你试试看吧。好，马上。发烧、干咳、乏力、咳痰、气短、肌肉痛或关节痛、咽喉痛、头痛、寒颤、恶心或呕吐、鼻塞、腹泻、咳血、结膜充血。嘿嘿，怎么样？犀利嘞！